神的魔法师，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据说，如果你是想聊的话，因为它这个 band， 还有就整个水壶的一个弧形的形状，它就会把水软化，就让它感觉喝起来比较顺。我自己不知道，如果我不能证实我这是否是真的啦，但是我很喜欢它的造型，然后它的手感，反正今天不是叫介绍水壶，但是就开始说去就说下去吧，就是它这样手握是，我觉得是根据人体工程学的一个不错的方式，然后就是很美的颜色，然后它有很。多的一个系列，就是不同颜色啊，下里有一个粉红的，一个蓝色的，就有很大的1 liter 的也有，然后就差不多就这样子，然后它可以这边就可以lock住，就很安全，然后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水壶。曾经还有拥有过一个黄色的，然后刚才有提到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我不会说是保温，就可能保冷比较好一点的一个杯子，是有人送给我母亲的一个杯子。今天装的是咖啡，这其实是我自己混合的一个饮料吧，就有咖啡豆，然后我加了豆奶，然后还加了一点绿汁，还有一点点的蜂蜜，就大概就这样子。那今天就介绍报告吧。这些贴纸其实是我从 Daiso 买的，然后本来还有一个太阳花仙人掌，叫仙人掌的那个叫什么向日葵，但是一个掉了，所以我决定就拿出来。然后刚才有怎么看嘛，就是这边有一个很酷的一个纸罐，就可以放水壶，所以通常我会放我的那个蓝色的水，然后另外一个白开水就直接丢掉包里。我觉得这个 angle 好不美，但是我没办法，没有其他东西夹住，找一个东西夹。反正这是我另外一个包，这个是从这叫什么？反的不会读，九阳就是那个卖豆浆机的那个牌子然后今天带一些烘焙 bake 了一些东西，好，你稍等一下，尽量。锁匙、钥匙啊，什么东西的。然后第二个 compartment 的话，它其实这个是挺好的，挺有收纳的。然后这边我有这个台子 AirPods， wireless， 这是一个 free gift， 所以
叫 Havet， 它不错，它只是有一点大，所以我的耳朵戴起来有戴久了就会有点不舒服。然后这叫什么？耳罩。好嘞，这个是其实我用了很久的东西，当时是好像有折过一块才送过来。然后当然要戴这个，其实戴森的，因为它很好的就是它有三种不同颜色，就还有它是米奇的，是很可爱。然后在它旁边的这个贴，就是这叫什么那种 thumb pass， 就我的那个脚踝就经常会 wonky wonky 的。然后这边有家的钥匙，还有卡，就很少用卡最近。然后这是我的学校的卡，就 NUS 的。然后这个是那个 bus 卡，但是我其实很少用。然后还带了一个看得懂 Just in case。这个是一个 bracelet， 其实我是用在哪里找到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卫生棉，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忘记卫生棉。我用的其实是一个韩国品牌，如果我找得到的话，我可能就直接，因为它自己自称是 100% cotton， 所以因为现在最近就很多人讲，就那个里面的各种什么 chemical 什么东西会造致癌，所以就比较喜欢用 pure cotton 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这个需要整理一点，因为我觉得放太多东西。然后这边是我一些其他的卡，有 passion 卡的，然后 coin 卡，就是我没有很常用的卡，包括 Kopitiam 卡，其实都已经过期了。这个是我工作的一个卡，part-time internship 的卡，然后我自己放在同样的那个证书卡holder 里。这是化妆的包，然后这是 HR mask just in case。这个是我的 to do list， 这个星期其实是这个周末的 to do list， 但是还没有做完，就延到这个星期，但无所谓了哈。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不用太纠结。这个做完了，还好吧，只剩一二三四五样东西还没做完，就 OK 了，还有时间。然后这个是一个收据，因为Subway如果你 claim within 3 days 你会有 free cookie， 但是我没有做，因为我觉得不会 go back in 5 days。 然后这个是 wallet， 就没什么，但如果想看的话可以留给他。这个是一个淘宝，我的包全部好肮脏，可是淘宝买这个 iWatch， 它是一个好像 MagSafe 仿 MagSafe 的一个 charger。如果我有提到什么，我会尽量找，然后放在资讯栏里面。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红白手，用自己送的一个 bag。然后这是我的耳机，因为我最近电脑的那个 audio 有问题，所以我经常要接听电话，所以要看视频都要用手机看，所以就得带这个。这边有一个常规的纸巾，为什么不把它跟前面第一个放在一起？是因为我把这些纸巾掉在地上，但是我觉得很浪费，但是我觉得还可以用到，我就没有去丢掉，就是在找适当的一个原因，或者适当的时候去用它。就先把东西收回去 ，OK。我觉得这个包虽然看起来很，就看起来很中性化、男性化，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真的。对收纳这个方面是很好的，对，就因为它很多不同的那个 compartment， 所以就对我们这些比较带喜欢带很多东西的人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接下来需要开一下来装，这个是什么？可能。那我就介绍一下，我的化妆包。这应该可以
挺清楚的。姐姐的化妆包其实是我的目的，其实我不会说它是一个化妆包，只是我很喜欢包中包的一种感觉，因为我很不喜欢杂乱，然后全部丢在里面。我喝口水，然后就介绍吧。然后其实有点肮脏吧。其实我在想要不要特地买一个，但是其实这个是之前是我的 pancake。先介绍这个是我的一个 base 的一个 eyeshadow 眼影 palette，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人的牌子。然后很廉，不廉价就很 affordable。然后这是 MAC 送的一个 natural bronze 的一个。National Day 他送的一个红色，我没有很常用，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成熟。然后这个是 Benefit 的 Roller Lash， 其实我觉得是不错，不错的不错，不用放很多就挺好的。然后有一个 Concealer， 这个其实是从 Daiso 买的，如果我觉得是还好吧，就。可能要补妆，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它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在这边，turn it， 它就会有那个 concealer 出来。遮瑕膏，还有在 Fenty Beauty， 我很喜欢带一种 gloss， 我很喜欢 gloss 的一个感觉。那今天我唇上的不是这些，其实是家里的一个 L'Oreal 的，这是 Vaseline， 因为我。我觉得 Vaseline 就有很多不用用处，如果可能你脸上觉得很干，就可以直接贴涂在脸上啊、手啊，这些很干的话可以直接涂。然后有很多用处啦，这 Vaseline 就很多用多功能，不懂。然后这个是我通常包里面会放一个很小的一个perfume，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觉得地方很臭，或者你觉得身上有一股怪味，就可以喷一下。然后这个我今天带着 Centrifuge 的 Hack， Centrifuge 其实是一个香港的一个牌子，是我之前有在他们那边工作。然后这个其实是Auditory， 不能怎么 pronounce Auditory， 好像是 Auditory。然后这个是 Hack， 你可以想象就是好像小 baby 小婴儿的一个味道，就很香，可能现在就喷一下。所以喷香水就可以喷在可能这手腕这边，还有颈项后面，就是有一些会流汗的地方，所以当你流汗就会有那个味道。然后其实是一些我觉得比较可能会需要用到的 EC，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先收着，因为我还欠朋友钱。这个是 NTC 的一个，我想买他的一个 Mickey Mouse 的 collection， 所以我一直收着。这个是我 mentorship 的时候再 mentor 一个 mentee， 然后我会 take down notes， 然后暂时还没有找到一个 notebook 写下来。然后有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去运动的话就会想把那个耳环摘下来嘛。然后摘下来就不懂放在哪里，就放在旁边。然后我觉得很好啊，就有一些别人可以 stand by， 就觉得是不错的。 OK， 现在是把东西收拾的时间，大致上就这样子吧。我觉得我这个频道就可能会比较中文的一个 bilingual 的一个 channel， cause 我自己本身我是一个挺 passion 或者挺喜欢讲中文的一个人，我觉得我比较 comfortable 就是 use Chinese to express my emotions and my feelings and thoughts. Probably because I went to, I was brought up in a Chinese school, Chinese primary school, and I really enjoyed the Chinese language. Yeah, so I think this will be a very bilingual channel.So, I will try to put subtitles if I have the time. Yeah, so what is this channel gonna be? I'm not sure, but I do want to create a little something of my own. And just like, I don't know, note down things that I enjoy in life and share with my audience, wherever they may be. Yeah.So I think I'm gonna do like a 50 things about me soon. So if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about me or you have any questions, 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可以在comments box 里面留言 comment and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Now moving on to the next, the biggest compartment of my bag.
essentially what is in here is mainly my laptop. So my laptop is on my table, so 那个就不用再说了，多说。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工作的一个 file， 因为我现在对还是在 part time intern， 所以好。然后这个是我年卡，所以我是上学就是要摆出年卡，就是我自己设计 design 的一个年卡，还有 jacket。所以我其实 COVID 之前，我是每一个星期只会开一个外套，但是因为 COVID， 所以如果出去我就会把全身东西洗掉，所以就有点不是很环保，但是没办法了，就疫情的关系就谨慎一点比较重要。最近这个 jacket， 然后我如果不会忘没有忘记的话，我会带我的一个utensils， yeah， just in case you know, you never know。And I'm trying my very best to also bring out like a lunchbox every time I leave the house. Just in case I want to dabble stuff. But today my lunchbox has some big banana cake that I plan to share with my classmates. My notebook for today's class, which I don't really use, but it's good lah to have something paper to write on. Speaking of utensils, I also bring my own foldable disposable bag. Umbrella. So whenever I bring this bag out, cause it's so huge, I just bring an umbrella. And cause usually if I bring this bag, I bring my laptop. So I don't want my laptop to be wet. Then this one is my, 就是这个是我装我的那些 wires 啊，那些充电的东西，就是我喜欢习惯性就全部丢在里面，就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 tidy 一点点。那可能我可以介绍，就是我有的这个 wire， 如果我找得到那个牌子在资讯栏再分享给大家。然后这个它的 good advantage is that it has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input plugs. I don't know what's this called. Sorry, like I don't know what's this. I don't know. So this one I don't know the name.This one I use to charge my earphones, and this is my S1. So I would say it's pretty good. And a tip is that if your thing that you're charging is not too small capacity, actually technically the earphones you should not use it, but you can use the iPad. This one it can charge much much faster. Yeah. So, 如果找得到那个资讯的话，我会把那个链接放在资讯栏里面。然后我觉得大致上我就是今天就介绍完了，没有什么哦，还有一个，然后这个大的包里面其实它还有一个，这边有一个拉链，然后你可以猜猜它里面是什么，猜对了没有奖品哦，但是可以猜猜来玩玩。这是 sanitary pad， 就是每个我觉得每个女生的包里面，就是我差不多每一个包都会有 sanitary pad tissue，就比如 few coins like shillings， 然后用的就是这个牌子，我不懂它叫什么了，但是它是韩国牌子，我找到我再放在 description box 里面，所以就不愁没有 sanitary pad， 因为有时候 even though you don't need it， it's nice to have it so that if somebody else needs it can get it。 Yeah， so I think 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子，然后Nice meeting you. A very random video to start my channel. But yeah, I'm hoping that I have the time to make more videos in the future. And nice to see you guys. Goodbye. Have a good Wednesday. Hopefully I can get this off today. I mean, no, it's not even Wednesday. Happy Tuesday. Oh, today is the 14th of September 2021. Yeah, happy Tuesday. Good smile and be beautiful.